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？蛋仔岛中的蓝色恐龙非常诡异，当它飞行结束后，它就会停靠在蓝色露台上，扇动着自己的翅膀，但是不起飞。那么它为什么要停靠在蓝色露台上？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众所周知，蓝色恐龙是可以飞到天空中的。如果你见过蓝色恐龙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蓝色恐龙有两个同伙，它的两个同伙一直在天空中盘旋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当它停靠在蓝色露台上时，我们使用咸鱼抽它，它都不会离开，使用炸弹炸它，它依然是不会离开的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蓝色恐龙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蓝色恐龙的每一次降落冲击力都很强，可以把我们蛋仔直接撞飞。那么它为什么要停靠在蓝色露台上，扇动着自己的翅膀却不飞行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那是因为它从早到晚每天都在飞行，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。当它停靠在蓝色露台上时，这就是它休息的时间，所以说它才扇动着翅膀不飞行，它是在休息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